从拍过综艺节目《十二道锋味》之后，谢霆锋可算是和美食较上劲了。当然，此前也有爆料说，谢霆锋之所以做《十二道锋味》，完全是为了献给王菲。而在节目外，谢霆锋也是十分满足王菲的口味。又媒体爆料说，谢霆锋曾经买了30多公斤的金枪鱼回家，就为了给王菲做她最喜欢吃的金枪鱼料理。时值中秋佳节，不少明星都推出了自己的月饼礼包，比如说古巨基就在卖花好月圆系列的月饼，此外还有成龙大哥也推出了自己的月饼系列。不过还是大多数的明星都用月饼来这里，而不是用来售卖。而此时谢霆锋也推出了自己的月饼系列，并且表示在微博上发文说，假日作品，但月饼曲奇已经售罄，明年请早。显然月饼卖得还不错。据网友爆料说，谢霆锋的月饼代购价格在300块钱一盒左右，有网友说线下购买还会再便宜，一大概在225元一盒。月饼的品质像单只高，非常拿得出手，每盒有9个月饼，全部都是萌萌呆的小熊包装，外表都打着锋味的 logo。 而谢霆锋的包装之所以使用小熊和向日葵这样的元素，完全是因为王菲喜欢。此外还有网友表示，谢霆锋不止卖月饼，他家的曲奇饼干也非常的好吃，在香港可谓是万人空巷。而这个月饼还没有开始正式售卖时，王菲和张静初等明星就在微博上发出了文章，表示说这个月饼非常好吃，邀请大家都来买。不过也有网友表示，谢霆锋此举是到底是为了转行到食品领域有所建树，还是说只是做着玩玩？虽然现在卖月饼看不出能赚多少钱，但是往这方面走，靠着他和王菲的名气赚他个几个亿，应该问题不是很大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谢霆锋真比李亚鹏靠谱多了。